不错，非常好。刚刚结束了跳马项目比赛的是来自大一南昌队邓书弟。邓书弟刚才在完成这个过程，也就是立松720，也是特别轻松。看他的，主要是看他的姿势，直体的姿势，并腿动一点儿。对，但是可以看得出来，跟肖二腾相比的话，肖二腾的这个空中姿态和完成的这种质量来说，还。